6月3日晚，何超莲在社交平台晒出母亲陈婉珍办活动的视频，附文：香港粤剧艺术团成立了，恭喜恭喜。令人没想到的是，三太开办这场活动，不仅许多商界名流来捧场，就连二房四房都来给他撑场面。四太梁安琪虽然没有亲自到场，但他也送上了花篮表示祝贺。三太身着花色上衣，气质优雅沉静，站在舞台上气定神闲，完全能把握全场。他今年已经70岁了，可是完全看不出来，整个人容光焕发，像40-50岁的太太一样，举手投足间尽显贵气。三太与何超琼、何超凤聊得一脸开心，何超莲与何超云在一旁陪同，这个场面让许多网友惊呼活久见。赌王在世时，他们三家人争得不可开交，多次上演争产大战，可是赌王离世后，三家人反而团圆了。